家都不穿，在家都不穿。这个要洗吗？你们是真的在家都不穿吗？很冷的、欸。那浴袍下面什么都不穿？是可以，这样蛮方便，嗯，很快速。因为其实我们好像从疫情就一待在家，都一直都是在相处，好像相处的时间其实都变得蛮长的。其实最近开始有工作之后，会有时候分开一下下，但是相处的时间都一直还蛮密集。对啊，所以就好像已经觉得很。没有火花、哦，火花以前有啊。只能干笑。现在以前，还是有火花啦。但我们两个真的就没有那么追求要有一个什么很精彩的，好像是。对，我们就是很真的很平淡的那一种。我们喜欢待在家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就是喜欢待在家，一起看电视啊，一起煮饭啊，然后运动啊，这样子。谁准备的惊喜会比较多啊？惊喜吗？惊喜。我们生活中好像比较少做惊喜。他会给惊喜的话，我真的蛮想怪异的，因为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木讷。最近收到惊喜是什么？还是惊吓？最近我们比较忙，最近我们都在忙搬家的东西，所以对，现在所有心思都在、哦、我们要不要搬一点东西过去啊？好，然后五六箱，然后一扛，然后一直载，一直来回这样载来载去。所以最惊喜的应该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就是验孕棒了吧？惊吓，好惊吓，这是给他的惊吓哦。有啊，在你手上。因为你私下大部分时间待在家，应该不太就是说你在穿这么隆重的衣服。对，真的好隆重这样穿。嗯，在家应该也不会想这样穿。可能偶尔你知道。还是在家都不穿。在家都不穿。真的是吗？你们是真的在家都不穿吗？很冷呗、欸。跟暖气开强一点。没有啦，还是会冷啊，至少穿浴袍。哦，可以。那浴袍下面什么都不穿。是可以。这样蛮方便，很方便，快速。洗澡啊、哦，对。还没有夸奖他了，还没夸奖他。夸奖一下吗？那个是全场最漂亮的。这是现在才想的嘛？他是刚才三秒钟内想出来的，这求生欲蛮强。求生欲很强，所以甜言蜜语都是被媒体逼出来的。是吗？蜜语是有时候甜言蜜语还是要挑对时机讲，要珍惜那些才不会变得很甜。今年内都没有称赞过老婆漂亮，有啊，还是会有。其实我有些 moment 我会发现，哦，他真的，他不是假的，就藏在心里。对，我会放，就是有时候我会认真的在放，因为我住在一起太久了，有时候会习惯的不会那么去重视去看彼此的那个脸，因为太近了，你可能就不会这样看。但有时候我觉得，哎，不然你找个 moment， 是他没有看我，但我仔细看到就哦。真的是很漂亮、那下一秒会做什么事啊？谁知道呢？什么？如果我们知道，可能跟你知道有落差。我烦了你了。